我问你哦，你有点灵感吗？我点啊，那你有点支配放逐加农？支配没有点，类型不同吧？对你要看你要玩什么类型。我觉得支配不好玩，但是支配很有用哎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技能很吃紧的。很吃紧啊，玩家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已经洗了差不多5、6次的那个技能。大地没办法满，玩的 N 点零点一，你什么都想点，但是没办微法。信先锋都不能点满。没有，你一定要，特别是属于哪一类型，就比较好点。如果太综合型的话，多想要的话，点不满。我全都要啊！干，全都要。全都要就是。很多药几乎都是灵感放逐加农炮支配吧？没有啊，做梦比较快啊。没有啊，这几招可以点满啊，但是没办法点微信支先锋。配放逐还有那个、啊、加农炮、啊，对啊，是可以点满，但是你后面你那些像灵感有办法点满吗？可以可以，是没办法，大地毁灭，大地没办法，大地其实还好啊，你没然有。后先锋也，微信也不能点。先锋蛮好用的，谁家死？那你是15吗？有没有黄到金十瞳，是不是可以不用点微信啊？啊，别别，哎，微微信不好用啊，不要点啊，那个没有什么效果。你是吃 i 吗？我还是照原本。没关系呀、啊，反正。那你有点 i 吗？我爱有点一点点，点干嘛？抗坑。没有啊，就是我要称武勇的时候需要有用。人说是点50，然后想办法吃20料来变成抗，变成怎样？就是变成能抗状态的。哦，抗沉默，我觉得还好哎。我觉得不需要啦。沉默通一常，个绿水就解决了。对啊，通常大家都是 S 点到120，然后我这次想把 A 点到120，拿盾好拿1935。哇，那你两样要120，其他数值会很低哦。你们纯放逐的啊，觉得没什么好玩。然后低。D90 啊，D90，这样，因为我觉得皇家没有很好玩。对，其实还好啦，我觉得皇家是要打成，会比较有趣啊。战车，英灵战车，战灵车开出来，加农炮。然后你打完又，其实蛮不好打。因为有那个名声的问题，我练到发光，再把装备卖。没关系啊，玩好玩就好。我本来想说用大地毁灭来练，可是有人说很烂，很烂啊！我觉得是蛮烂的。你要拿那个啊，你要拿剑红刀。然后插对三啊，三红刀的皇家卡，但是我打过差不多十几万而已。对啊，就是差不多周末的伤害，它缺点不是伤害吧，是它的延迟太长。对，延迟很长，不好用啊。这样7秒还是多少？好像3秒吧，3秒。而且也没办法解，
福利啦、啊。对啊，还不如用加农炮还比较实在，比较快。加农炮会错位啊。对啊，你就是走一走就要打。没有啊，我看人家都是别人的皇家很强。那个拉一坨，然后加农炮，就是被棒子打得很快啊。有雷妖的话，他妈轻松啊，二三十万没问题啊。方枯慢烟双雷没有战绩，就16、17哦。谁？枯慢烟啊。哦。然后他戳战绩一下快20万，那战绩回没做。我前几天有去测试我强冲啊，我放二刀、哦。爆一下皇家，直接死，很爽。是那个不准啊，因为也是吃状态啊。对啊，一直一直打，要等以后要出那个二刀了。那你强冲 L 有120吗？120啊。我今天来喷火二，来看到皇家用放逐在火二练。很累吧？我看他被一群怪包围，他就一直放逐。现在吸不回来。我是不忍心把他怪打死。那他有装吗？他打得痛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喷一下就走。喷一下，然后笑他两下。有时候喷太快，就把他怪全部喷死。以后会出那个幻影太久炎，很猛哎、欸。有看过啦，很强。对啊，很强哎、欸，哇！中小只在哪的、啊？那不影响那个可不好等级。你们没有看那个三倍的那个怎么枪，皇家的吧，支配烙印加几趴的，支配烙印啊，就是现在不是西部要开了，嗯，他有一把那个 VB 的武器啊，跟剧毒长枪有的差异。